Laura.没有尾巴的卵虫也有。嗯，钓鱼。哇，狗母是大只的，尖梭。拍张照。啊，shit！ 哎，想说拍个照，算了。哎呦，真的有东西呢，很多卵虫。钓鱼，呼呼呼，好多尖梭哦，呦，哦，摔死了，中，哦，又咬一个，又咬一个，又咬一个，哈哈哈哈。超多尖梭，哇，这只比较大，哦哦哦，这只比较大，哈哈哈哈，好啦，不要乱动，不要乱动，啊，就是尖梭手都难拍，我要小卷看看。不知道会不会咬小卷耳，好像可以哦。哎呦，又咬！哎，真的会咬，小卷耳也会咬。哦，中！哦，小卷耳也会，哦，真的比较大，哦。哇，这只比较粗，哇，哦，不要磨线，哇，这只尖梭大，这只大，放放你回去，放你回去，现在被磨花了。拜拜。哇，中！下层咬的哇，越来越钓越大只哎，哇，这是更粗，哇，这是更大，这应该有40的吧？太多尖梭了吧？尖梭爆咬啊，好难处理哦。这落中去钓鱼就这样，拜拜。小卷耳比较好，尾巴比较不会被剪断。架个摄影机，小只，哟！太多尖梭了吧，这里，哟！
这拜拜。拜拜。又来了，又来了，中！咦呼！哦哦哦哦哦！哦哦，可以哦，这个点，咦呼！而且体型都不错哎。哇哇哇，这只很重要，只有一只而已，你掉下去，拜拜。来哦，哇，中，哈哈哈哈，呜呜呜呜，八道，没有没有，正吃正吃，呦！来中，呼呼呼呼，呦！呦！呼呼！哦，这只比较大，呦！呦！哇！40/40的，不要把我尾巴，不要把我尾巴剪断。哇，这只比较大，太嗨了吧！这里，旁边就可以直接放鱼，可以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哦，是，刚好，拜拜。这么多垃圾，这么多垃圾啊！卷尾，用地上的碗冲，聊聊看。来，中，呼呼呼呼，哇，棍子，哇，好凶哦！走，呦！哇，这只比较大只，呜呼呼呜呼呼呼呼，用地上的卵虫也咬，中，中。对，尾铁重金属，对啊。
哦，很爽。等下，我等下放进去啊。哦，靠背掉下去太滑了，算了。可是会有浪。嗯。走。咦，哦，很弯。大。啊，这是比较大。不要让它掉了。呦！哦，我整群的啊！我这只比较大。哦，肥，就像他补一样。那超大。对啊。啊！别掉。丢一。没有哎、欸，也是脚边哎。哇，这只大！哇、哦，差点被它剪线吞钩。你放着啊，我等下拿过去就好。哇，要拿钳子。这么骚了。